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上节课呢我们教了琵琶的画画，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上了七节课，那里面学了小辣椒、小红果、葡萄、荔枝、丝瓜等等，学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一些基本的东西。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创作，主要是讲创作，就是说把你以前学的东西怎么应用起来，我们今天着重是讲这个课程。那在没创作之前呢，我想还是教大家画一个麻雀，因为麻雀它的这个很有特点，它关键身上的那个斑点把这个斑点体现出来以后，麻雀这个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画的是麻雀。所以说我们在没有创作之前就是先把麻雀的画画先告诉大家，这个麻雀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是呢要画好也是不容易，所以一定要把它的方法学会。那我这个画这个麻雀呢，它关键要这个我会讲第几笔，第一笔、第二笔，画你把这个几笔记住了，然后你画起麻雀来，肯定就是很轻松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先讲一讲如何画麻雀。我们首先拿一根小笔啊，然后呢也是先沾水，把多余的水刮掉，然后呢我们就。因为麻雀的颜色呢是叫做赭墨色，就是说赭石跟墨调起来以后就是我们需要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先把赭石用笔尖来调到笔根啊，这个颜色一定要饱满一点啊，饱满一点可以多一点，不要这个笔头上的颜料一定要足，要足，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赭石呢已经调到笔根了，刚才讲了赭墨，就是赭石跟墨这个调起来以后就是我们要的颜色，一点点啊，笔尖沾一点点，一点一点沾，千万不要多，如果多了怎么办也没关系，就是再调一点赭石，这个调到笔肚这边就行了啊，笔肚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颜色就有两种了，一种就是前面就是赭墨比较黑啊，后面这个就是笔根这个部分呢就是比较淡。那刚才讲了这个麻雀到底怎么一个画法呢，我现在先把这个头部用侧锋，头部这个整个笔头啊不要前部下，就是大概控制在50度左右吧，这样子一个高度，然后一笔，这个就是麻雀的头。第二笔呢画麻雀的身体部分，跟翅膀，第二个部分就在这个头部的中间下来一点，那这个笔头全部要下去了，全部要着纸了，水都不够的，这个身体部分翅膀部分肯定要比头部要大，两笔，第三笔也是画在这个肩膀上面，第四笔呢就是尾巴，这个基本型就出来了啊，一二三四，四笔把这个麻雀就勾勒出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支笔，画什么地方呢？画它的肚子部分，肚子用什么颜色呢？就是也是您黄色调一点点的红，调一点点红，
也是两笔啊，肚子部分两笔，从头部开始找笔，然后一笔两笔，这个整个造型就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墨色的笔，墨笔啊，墨笔。这个墨呢一定要比较浓，一定要浓浓墨。先嘴巴勾出来，嘴巴中锋，眼睛。好，现在接下来画什么？画的翅膀。翅膀呢是第一笔是短的，比较短，第二笔长，第三笔短，然后根据它的外形，越来越短，然后最后尾巴一笔，最后这个脚，这个就造型就出来了。那接下来画什么呢？就是根据刚才那种颜色，我们就是要重一点啊，墨要多一点。刚才讲了，它这个麻雀啊，它的斑点啊很重要，一定要把它画好。在这个原来这个基础上加一点点墨，就更黑一点，但是不能太黑哈。在它的头部下面，就是脖子部分，先点上一点，然后在身体部分点它3点到4点。好，这个麻雀就画完了。这个就是先画一只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翅膀刚才是垂直下来的，我们几个动态，它这个麻雀这个挥来挥去啊，它的动态不一样。那怎么才能把这个动态画出来呢？好，我们画第二个动态。第二个动态关键在哪里呢？我们接下来讲。调好以后，好，头部也一样啊，也是，方向也一样，一笔。好，第二笔就是这个翅膀，刚才这个是垂直下来是吧？现在我们为了不同的这个动态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翅膀往前，整个笔头着直，然后往前，是吧？这个动态一看就不一样了。刚才这个是往垂直下来，这个是往前啊。那接下来这两笔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一样，其他画法都一样，关键就是那个翅膀改变它的这个方向。其他画法一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头部，第一笔短，第二笔长，第三笔短，越来越短。比较重的颜色，把这个斑点给它勾出来。水分也控制好啊，水太多了不行，太干了也不行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动态，这是第二个动态，我们再画一个动态。头部一笔。好，现在很重要的第二笔就是关系到它的动态，我们就把这个翅膀往后，刚才往前往后两笔，三四，
翅膀也一样啊，第一笔短，第二笔长，短。好，所以说这三个动态呢就有所区别了，然后这个斑点再点一下啊。所以说这个翅膀的方向改变了，它整个鸟的动态完全改变啊。所以说画麻雀就是讲复杂其实也不复杂，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关键是把头部翅膀部分尾巴部分这几笔你学会了以后，画出这个动态是可以很多不同的动态，而且是这个很美的。我们现在暂时告一个段落，等一下我们接下来创作一幅我们过去学的比如说那个丝瓜啊，大家画过了，那丝瓜跟麻雀怎么来创作一幅画，这个就是将我们过去学的东西把它应用起来，再加上今天画麻雀啊，然后完成创作一幅很美的中国画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刚才我们教大家如何画麻雀，你麻雀画了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创作一幅丝瓜跟麻雀的组合，这样子创作一幅作品出来。那这个创作的过程中，首先我们要注意就是布局啊，你这个画这个怎么安排啊，比如鸟放在哪里，叶子放在哪里，丝瓜放在哪里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着重考虑的啊。那现在这张纸给我们了，那我们现在首先要进行布局，因为一幅画里面你麻雀画得再好再漂亮，如果组合起来不好，构图不行，布局不好，那这张画肯定是失败的，所以说布局是相当重要。我们讲了布局，怎么布局呢？该密的时候要密，该松的时候要松，疏密关系一定要分清楚。还有一个就是多的要多，少的要少，该浓的地方该淡的地方全部要在落笔之前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布局吧，就这张纸给你，那怎么来创作这个丝瓜跟这个麻雀的这个组合呢？我是这样想考虑，这个叶子肯定是在上面部分，是吧？因为瓜都是长在叶子的下面啊，不像花，花是相反，花在叶子的上面，叶子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对了，那这个丝瓜呢，它是叶子在上面，瓜长在下面，所以说这个首先要确定啊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规划一下，哎，好，我这个叶子就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多这边放两只瓜啊，前面一只瓜，哎，有多有少，叶子呢有浓有淡，哎，然后呢这个麻雀呢就放在这个下面这个部位啊，比较空的位置来填补，这样子一张画可能布局起来应该是比较完美的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做到心中有数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画了。首先我们是画叶子，是吧？第一片叶子一定要浓啊，墨色要浓，具体调画就不再说了。丝瓜叶子是大叶子啊，这个一片一片很清楚，是三片叶，好，一大啊，中小，加水。
再加水，另外一组啊。这个我们都讲过了，这边就不再继续讲了。好，叶子画完以后，我们接下来是画这个丝瓜啊。丝瓜刚才讲了，我们有多有少，多的在我的右边，少的在左边，嗯。丝瓜的画法我就不再说了，就是把黄色调到比根啊，它是绿色的瓜啊，我们再补一点黄蓝色的调节，就是变绿了。这个绿里面有深绿跟淡绿哈，这个丝瓜最好颜色不要太淡啊，我们调深绿一点，深绿一点，调一定要调好啊，笔头上的这个颜色一定要饱满一点。好，我们多的先画啊。好，这个大的画完以后，我们接下来画小的一根啊，在它的旁边有一大一小啊。两根，我们再画这边画一根，就是高低要错落，要注意这个要有变化，千万不要太齐。什么齐呢？就是这三条瓜，是吧？不要在一个水平线上，要有所变化，高低错落，嗯。好，这个大的布局也就搞定了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瓜的这个线条给它勾出来。勾线用墨哈，用黑墨来勾。线条要流畅，不要犹豫不接。干脆利落啊，干脆利落。要去描，千万不要描它。比如说这个出现线条跟颜色没有重叠不要紧，这个效果更好。如果你去描它以后，那就不好看了。出现一些灰白，更好，效果更好。好，这个瓜也勾出来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藤条啊，藤条给它勾出来，就是说把丝瓜这个整个这个表现的东西全部给它画出来，然后最后来画这个麻雀，是吧？藤条我们可以从这边出，啊，一定要中锋顿挫。穿过去就可以。主干画完以后，我们现在开始分支，它的分支，讲了空的地方怎么给它补充。这个分支线条一定要有长有短，要一样样长啊，那么长就不好看了。
这是一个浓的线条，我们来一个淡的线条啊，把这个墨色去掉，洗掉，或者换一支笔也可以。淡墨一定要淡墨啊，淡墨。有浓有淡，这个是浓的，我们再来一个淡的线条。淡的线条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，这你有空淡的地方你就画，你就大胆的画，怎么出都可以，没问题，因为它比较淡，关键有空淡的地方，有空的地方你就淡的线条给它画下去，没问题。现在基本上这个藤条也画完了，这个还没有干哈，没有干，我们暂时不勾它的叶茎。那现在就把空档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要用那个淡墨的笔啊，大笔啊，洗掉淡墨的笔啊，一定要淡，来补充它的。你看这边有空，来一个不同的墨点，淡墨点，你不要看它一点点，它的效果非常好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瓜部分我们已经全部画完了，等一下稍微再干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勾线。现在我们还有这个，接下来就画这个什么，把这个瓜的这个还没有掉的那个花给它补上去啊。这个要大中小，是吧？这个都是中锋型笔啊。觉得这边颜色不够，我们可以给它再把这个花给它点缀一下。好，这个瓜的部分，除了勾线还没勾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麻雀给它画出来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，麻雀的画，这是赭墨、赭石跟墨啊，调起来。我们这边画一个这个麻雀，从这边飞出来啊，你看这边画一只，这个方向可以朝前，
拿这个斑点再给它点出来啊。通过这个麻雀穿插进去以后，这个画就比较生动了。好，我们最后把这个勾完，它叶茎勾一下，这个叶茎就要弯一点比较好了，不要太直，跟那个枇杷叶子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这个今天创作一幅这个麻雀跟丝瓜的组合，就画完了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看效果如何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